感受霹雳，主事从这里开始，耶！动物吸取营养的地方哦，就是动物的pharmacy哦，吸取精华的地方哦。哎呀，你看，我给我怎么简简单简单？来霹雳走就是要跟着我们这样子玩啦，耶、！Johnson Shoes 马来西亚知名手工皮鞋品牌，时尚舒适最佳的选择。世界这么大，每个角落都有好吃好玩的，有新鲜的啦，有古老的啦。哎呀，新鲜的带你们去过很多了啦，今天要带你们来到古老的。讲到古老的，如果讲中国长城，我还是觉得不够，金字塔还是不够。今天带你们来过一年的历史的，你说老不老？不需要买飞机票，也不需要出国，在马来西亚北拉就有了。哎，我北拉郎嘞。我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个过一年的古老的地方。来来来来，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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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如果说到 Amazon 哈，亚马逊雨林哈，相信很多人没去过都知道这一个名字，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而且要飞到那里其实是花费不菲的哦。那么如果马来西亚其实有个森林比 Amazon 亚马逊热带雨林还悠久，你们又知不知道呢？不知道没关系，跟着我们北马搞怪团就对了。发掘好吃好玩的地方哈，本来就是我们北马搞怪团的责任嘛。那么这一集因为要介绍很老的地方，就让我们老人家介绍最适合不过了。对的 ，Royal Burum 也就是所谓的博龙皇家公园，拥有超过 1.3 亿年的原始热带雨林，而这个森林就在 Perak 州而已啦，是不是很惊讶呢？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爬爬照。竟然哈 ，Perak 州哈拥有一个超过 1.3 亿年的原始生态热带雨林，我们却不知道。身为安纳马尼西亚的我们哈，最骄傲的并不是可以去多少个国家，而是可以多花点时间哈，多多发掘，多多探讨自己大马的美丽才是真正的厉害。不然哈，阿摩高问到你 Royal Burum 你们去过吗？你们身为大马人，既然没有去过，是不是很拍谁呢？老人家接声露奏，我们去发掘美丽的 Perak 吧。哎呀，为什么霹雳州旅游局会主办这个活动呢？哇，这个活动出来就特别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嘛，霹雳州这么多地方玩，有山有水有湖，这样美的湖。对哦对哦，我也是。地方呢，还有好吃的东西，所以还要让很多人知道。所以呢，我觉得很特别呢。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 Royal Burum。Royal Burum 啊？为什么要坐船？坐这个快艇啊？哇，如果没有坐快艇的话，我们要2个小时多才能到那一边，非常久哎。哇，好期待，好期待。好，我们就一起来吧。好，我们就期待吧。现在呢，就是带你们来到这个 Royal Burum 的一个旅游景点哦，就是这个苏艾巴班啊。很多在马来西亚呢，有很多地方呢都没被发掘的，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几漂亮，这个是自然的旅游生态啊、哦，你看，哇，好漂亮哦。OK， 现在我们要带你们去看呢、啊，这边动物的一些脚印啊，或者是有看到什么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哈、哦，啊。现在我们的阿曼呢，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听说啊，动物吸取营养的地方哈、哦，就是动物的 pharmacy 哈、哦，吸取精华的地方哈、哦。阿曼，那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我给的麦西尼啊？
Nampak ni. Saya akan bawa ni nak tunjuk ni kan. Oh, tunjuk apa? Ah, tunjuk apa kijang. Oh,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输入，输入啊，应该是输入啊，输入的脚印吧。哦，就是他们会带，就是那些动物呢，他们要啊吸取那精华，就是如果生病啊，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在这边喝这边的水啦。啊，知道高音跟不冷？知道高音。哇，知道高音啊，不啦不啦那。第一个。第一个，哇，这样年轻三个孩子了啊，比我还要厉害啊。Dan you selalu pergi mana itu shopping ah pakai apa transport tu? Pakai boat. Ah. Oh, pergi mana shopping? Pergi Greek. Oh, cik Greek nabin shopping. Selalu pergi ke? Selalu. Wah, selalu ah. Yanlai ah, orang asli yesu hui hua qian hui shopping de, xiao xiao ah. Okay. Hi, 很高兴呢，就是邀请到我们身边这位美女建平小姐，为我们来解答一下啊，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呢的主打是什么？其实是配合昨天那个光良光已经成为了霹雳州旅游大使的那个见面会、然后我们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旅游活动，我们叫做 Fam Trip 的旅游活动、就是那种比较非主流的那些旅游景点，就包括刚才你们去的那个卢布姆巴，然后今天如果不能偶像阿西村这个叫做坎蓬克雷湾，对，然后还有明天的那个斯巴丁啊那些这样的地点、所以都是非主流的，就是有山有海，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对，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美的湖，哇哦，真的是没有来浪费了。我相信很多人，甚至是霹雳人都不懂 Royal Bloom 这个地方。对，肯定对，因为我也是霹雳州人，所以我是第一次到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吗？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带你们来咯。甘崩格雷旺也就是 Royal Bloom 里的其中一个 Orang Asli 的村庄，是以加害族群为主。据他们说 Pera 这里的加害族群的总人数也区区大约只有400人而已哦。这里没有电流，没有水供，屋子也非常简陋，唯一的交通就是船。参观了他们村庄之后发现，原来我们真的太幸福了，记得要惜福啊。现在最兴奋的时候到了，就是要回 Boat House 船屋。船屋里面又是怎样的啦？你们知道吗？来，老人家 Jason 哦，我们要回船屋吃东西了。我们就在 Royal Bloom 的中央啦。现在我们在 Boat House， 你知道什么是 Boat House 吗？ Boat House 呢，就是一间屋子可以在水上移动的，是不是很特别嘞？我们这个 Boat House 呢，大致上有十间房间。可以容纳20个乘客，所以呢，因为这个是受保护的一个森林嘛，为了减少这个破坏，所以屋子呢都建在水上，而且可以移动的。啊，在 Royal Bloom 呢很特别，晚上呢你还可以钓鱼，啊，然后还有可以坐这个帆板，还有这个竹艇，所以呢你可以来享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哇旅游，真的是。不一样的享受，所以你们看我们北马搞怪团就是对了，因为你肯定不会自己来找，没有骗你的，真的。看，哇，嗰度靓喎喂！是是是，你先看到没？哎，有什么感觉吗？有什么可以？这样拍的时候还要给感觉，还要这么近，你们会不会拍的专业点呢？这个车很爽吗？爽吗？爽到爆！我跟你讲，给你啊，给你追，给你追！人家拍突然又有脸又大，怎么鬼？笑不住了，我跟你说，很爽，有点真正的很舒服啊。不过呢，晚上睡也才知道，晚上我们睡这边。哇哇哇！看你们满天星，满天星在爽。等一下，我们再去找别人。我这美景，美景配美女。对啊，可是不是美女。给你扫一下头发。来，已经打扫，可以动扫一下。1、2、3、3、3。好了啦。OK， good， 谢谢你。来个嗨一下，嗨一下，不要女神的嗨，嗨。嗨，来讲几句话，来。
反过来，反过来。哎，爽吗？这里船爽吗？觉得啊，最爽就是没有拉。一点够不到人。介绍你自己一下来。你好，我是 Chapter 是 YY。你们应该不懂 Chapter 是什么 ，Chapter 是 YY 旗下的姐妹团。然后感觉怎么样？现在？心情怎么样？现在的心情？现在心情就很想睡觉，因为想上网。要心。OK。啊，帮你们checkkan lagi ya, mai. OK 啊。OK, welcome to Tasik Banding.来，感觉在船上怎么样？哦，晕。感觉很好吗？感觉怎么样？不错。感觉怎么样？现在？对，很舒服啊。然后因为没有来的关系，刚好看风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来。就是没有 WiFi 啊，所以就享受这样的风景啊。OK， 那个 ，Hello， 来，顺利。来，你介绍你自己，从哪里来？嗨，我是瓦可可的 Selin， 很丑哎，这样子。来，你现在来的这几天的感觉怎么样？尤其在这个船。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因为没有电话按，然后等吃饭。OK， good， 嗨，来。哎呦，不要拍我。哦，人家叫你去新的是吗？不去。可以这样选吗？来，你介绍你自己一下，那里的。Hi, 我是时尚的纪行。你看这个美丽的夕阳，你看这个享受多么惬意。好，走了，拜拜，我要享受这个。是不是开始发现哈，原来大马其实也有非常特别又好玩的生态旅游呢？船屋、奥拉阿斯利村庄、大马第二大的人造湖，都是 Royal Belum 的特色哦。因为这里的森林保护哦特别严格，所以所有到访的游客都必须提前申请准证，才能进入 Royal Belum 公园哦。这里的大自然生态是保护非常好的。谢谢大家观赏北马搞怪团的爬爬照，记住我们不是 Vlog， 我们不是 YouTuber， 我们是北马搞怪团，拥有超过 1.3 亿年的原始生态热带雨林，根本就是非常难得。如果想保护它，就必须先让更多人了解它，然后一起爱护它，才可以达到最好的保护效果嘛。没有来过 Royal Belum 的朋友，有机会的记得来了解这里的自然生态吧。最后也希望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拜拜。